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得看到你永远看不腻。好嘞，各位皇帝，我从睡醒之后拍这个影片已经拍了四五部，我就一直 Hello 各位 ，Hello 各位，大家好，我皇帝，我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快疯掉了。然后哪天我就变成，对，你看没事。反正呢，各位，我们接下来拍朵莉亚的组合搭档，前阵子有拍夜叉，又拍了书，那今天我们要来拍这个。萨迦，没错，是萨迦。对，脑袋突然被无量空柱打到啊！我们来想象一下，我们那个萨迦飞起来的咻咻咻咻咻落地，朵莉亚重置大招，我又飞起来咻咻咻咻咻，阿尼亚威无敌到爆炸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直接配对走起。那因为我们是打一般场，有可能非常高几率、极端几率遇到。雅雅配上纳克或者是星魁，那我们在这边祈祷一下，阿弥陀佛啊！干你啊！等一下，萨迦走起。那皇帝，我其实非常喜欢萨迦这个 S Dreamer 的造型。其实这个造型，这个什么云海仙土哦，我觉得就还好。我觉得 S Dreamer 玩起来很有那个感觉。那我们这一场呢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打包票，因为今天有这个吕布199的直购价格的造型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吕布绝对是要来玩这个黑起一户的造型。哦，黑起物先今天直购啊，199点券吧。想看我拍吕布的造型的，在底下打吕布造型，然后皇帝我就会拍吕布的影片，好不好？我这是非常迎合大家的口味，非常符合大家的期待的一个实况组，好不好？皇帝我已经测试过朵莉亚跟萨迦的组合，真的强。那我们也不用多说，等一下直接证明给大家看，实力讲话。那因为我们是开本号，所以遇到对手应该是会比较强一点，比较不会像白痴。这样对面超级正常的阵容，怎么有点像小号？怎么有点像电脑啊？不可能吧，我都开我的本帐了。 OK， 这一场对面很适合我们飞来飞去，我觉得这一场可能要出个仙灵啊，这一场好打。对面死定了，玩萨迦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技巧，各位玩萨迦就是要敢飞敢冲进敢冲进敌人阵营里面，我觉得基本上就赢一半哈。然后对面拉着说：“好，一定是认出我了。”我想对面哥德要丢我炮了，就到了。我还想要走位帅一下，对面这一场哥德比较麻烦了，会被控到有点。痛哦！其实对面张子这一场一定要出模仿。稳住心态。哇，被吃掉了，可惜。这拉斯有，哎呦呦，我们这个朵莉亚推的不错 ，nice！ 朵莉亚这个一推二碎啊，太水了，太水了。拉斯不见了 ，OK， 他们的打野没有露头啊，哎，等一下。OK， 稳住，在靠我腰是不是啊？哇，幸好我瞬移没交掉。哇，硬换掉哎！我造了什么孽啊？稳住。OK， 感谢朵莉亚，来下路支援。谁来扛个塔？干，这拉兹有点溜，还他其实乱丢，被刚好被我摸到而已。OK， 稳住，我们的下一件装，恶魔的微笑。然后下路稳住。感觉要往上打，那下路好贵哦。来，瑞克欠杀。干嘛？
哥哥，我两个大招啊，拉兹出来找死，我先出个小腰带防他啊。可惜现在没大招了，断一下他的恢复。完了，人家开大招来撞我们了，不要来不要来，拜托不要来不要来，来累积一下被动 ，OK， 那个兵线，我大招了，但是我没有魔了，撤了撤了撤了，别打别打 ，OK， 只要有朵莉亚在，真的无敌，各位，来下路下路，欠杀了这个。这个我没杀到，真的平到三一三了。追，朵莉亚帮我重置了，但是没有需要二段的时候，大招几秒，朵莉亚。嘎，我大招来不及开，直接去掉，靠北。OK OK， 稳住。上来了，贝昂上来了，他带着歌德上来，他带着歌德上来。来，那个大招先不用给我，给我好了，给我好了，我怕临时要，你慢慢等冷却，这里这里。OK。大招几秒 ？OK， 可以蹲点。好，靠背，靠背，我飞进去，人直接鸟兽散，我没办法飞起来。瑞克，瑞克，先稳住，我们朵莉还没大招，撤撤撤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嘎！吕布，你退个屁呀、啊！我刚连续起飞，这吕布给我退！哇！我真的尬到哎、欸，各位，我刚已经二段飞，又冲对手后排，你们看到吗？然后。二段进场，有没有甩烂？这个冷却捡的刚好啊！啊，鸟尾进进出出的，我进去，然后顺你出来，再进去，超帅！哎呀，准备好哦，朵莉亚大招了，追追，我们间隔五秒，我好了，来，贝阳来了。啊！鸟尾二段，这二段有点小失败，没有人了，都被杀光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回个血，回个血。哇！可以哦，可以哦。还要杀是不是？还要杀是不是？我俩大招。来，我们上个复活甲，等一下就算死掉可以再飞。好了，可以。干，来不及飞二段，有点可惜。我需要的是凝霜，不是复活甲，是凝霜。我刚刚说凝霜，我就赢了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跟你讲，各位，这个零冷却真的很好玩。二段飞，就是这个飞，可以了啊！对面守不住了吧？瑞克跟拉兹怎么守？就问，我就问。阿鸟尾好像真的守得住。
怎么输？这个二段，好爽啊 ！MVP， 你们看一下我输出绝对爆高，因为我大招狂飞猛飞，我输出绝对炸裂32%，参团率也是全队最高的两个。我们这一场可以说是靠我们打，我们就直接刷刷刷刷刷，那阵容真的是超强的啦！如果各位喜欢这样子的阵容搭配影片，底下人告诉我，下次我在猜朵莉亚可以配什么英雄？听说还是一个法师，有可能啊，因为皇帝我找到非常多可以跟朵莉亚搭配的角色。各位好好期待我们的影片。欢迎，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的那一边，也不用记住我的 IG。谢谢大皇帝，我的影片你永远看不腻。那我们下不下？大家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